这是腕表刘行利上手把玩过的最高级的腕表。腕表刘行利，天书接地气。大家好，我是刘行利。今天我们开箱一款宝珀的中华年历腕表。机械钟表的诞生以擒纵装置为标志，世界上公认的擒纵装置是我们中国人在宋朝发明的水月仪象台。它是基于古人对天象的观察，但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的天文学本质上不是科学，而是理学，是最像西方的天文学。在中国古代语境之中，它不是科学，而是理学的一部分，是一切正统的基础，它奠定了我们的生活模式。我们常说天时地利人和，理学的天文学部分关心的就是那个天时，它规范每个人，包括统治者日常的礼仪行为以及对大自然的敬畏。谁说我们没有信仰呢？今天就拿宝珀的中华年历腕表开箱的机会说一下，在瑞士人最擅长的高级腕表上，能不能体现出我们的传统和文化自信。宝珀的中华年历表是目前最先进最复杂的中华历法腕表，虽然自2012年开始以生肖腕表形式问世，但中华年历表打一出生就不是简简单单的生肖表，而是一款用瑞士高级制表反映中华纪年和古老的中华哲学的杰作。问题来了，中华年历表在传统制表复杂功能维度到底处于什么地位呢？坏消息是，望虎，也就是虎年雕刻的铂金限量版中华历腕表，一共50枚，逢四跳过，全球也就30多块，我们根本拿不到开箱的样表。好消息是，中华年历表最新款，也就是这个红金蓝盘的，它更能够反映宝珀中华历的精髓。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中华年历跟万年历哪个更复杂？请在留言中告诉我们。中华年历它不是万年历，但胜似万年历，它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功能。用时髦的话说，它开创了一个新赛道。哪怕是在复杂功能维度里，中华年历在机械制表上的实现也是一个制高点。从上面两个结论延伸，宝珀中华年历表做到了让世界看中国时间，这不是一个口号，不是一个态度，而是实实在在的行为。宝珀中华年历是最特别的月相表，懂表的朋友可能会质疑了，月相并不是很复杂的功能啊，宝珀的月相有什么特别的呢？宝珀是月相大师，一直都在做月相。什么是月相啊？月相就是在腕表上显示月亮阴晴圆缺的功能，在这款中华年历上自然少不了月相。宝珀是月相大师，会给月相叠加不同的功能，把这个月相家族不断扩大。做着做着，宝珀的人发现了一个问题，一般的月相是不能读起具体的农历日期的。宝珀的团队觉得农历可以玩一下，于是他们掉坑里了。他们发现原来这个传统定义上归为年历的中国年历居然比万年历还深奥还复杂。我猜啊，肯定有不少瑞士制表师心想，怪不得我太爷爷我祖爷爷都知道有中国农历，但从来没有做出来啊。这里有一知识点，从传统复杂功能维度考察，复杂功能的阶梯是这样的，日历、双历、全历、年历、万年历和中华年历。某种意义上，中华年历的水平并不比万年历低，如果不是更高的话。年历表它能够显示公历的大小月30、31，每年2月呢你就需要调整一次。万年历呢能够显示大小月2月底自动跳到3月1号，还能4年1闰，但无法实现百年闰，有些表甚至需要返厂调整。而中华历它拥有公历和农历的年历的全部功能，每年特定时机调整闰月，可以实现甲子循环，不存在百年闰的麻烦，一切尽在掌控中。世界上主流的三大历法，公历是简单粗暴，回历过于简单，而我们农历则是结合了太阳历和月亮历，实现了阴阳和谐，天人合一。正是为了表达这种哲学境界，宝珀中华年历表的机芯摆陀上才刻了阴阳太极的图案。虽说万年历可以识别闰年，但现在通行的公历，也就是格历高历历啊，1800年、1900年和2100年都不是闰年。那么到了2100年的3月1号那天，你的万年历表会显示出2月29号，你还得手动把它拨回到3月1号。所以万年历并不是万年不用调，它也有它的周期的局限，但我估计绝大多数表友都撑不到这日子。希望到这日子还有我们的节目啊。宝珀的团队研究了各种历法，然后琢磨着怎么用在腕表上，钟表史上就有了中华年历。前面说中华历结合了基于对太阳的观察的公历和对月亮观察的阴历以及我们自己的历法，它也是所有月相表里
最特别的，可以说是真正最有意义的一块月相表。中华历是钟表复杂功能维度上的制高点。万年历的问题出在哪儿了呢？就是百年一个世纪的概念。古代中国没有世纪这个说法，我们是以60年为一甲子来划分，天干地支，每60年一个循环，以甲子年为开头。宝珀成功地利用机械机构发扬出我国最古老的纪年算法，这两根针分别代表着天干和地支。天干按照十进制依次跳动，地支按照12进制依次跳动，一个是十进制，一个是12进制，完美配合。这里就看出了中华历的高妙之处了。腕表上的干支纪年可以以甲子为单位无限循环下去。我们节目一直在强调玩表玩的是传统，这款表反映了古老的中华历法。顺便说一下啊，干支纪年是我国最早的阳历，而从阳历到阴阳合历再到农历，也反映着上下5000年我们对时间认知的进化，而这个进化这款表上都有了。 OK， 时间关系，这期就先讲到这里，欢迎大家一键三连，留言互动，订阅我的频道啊，我们下期见。